到底喜欢马苏什么？他明明那样对你。我知道他只是喜欢我的钱，但你们女人不都是喜欢这个吗？我想你还不是很了解马苏吧，他真的不是只喜欢你的钱，他还喜欢很多人的钱，你明白了吧？我觉得还有更适合的人坐在你的副驾驶上。哈尼，哈尼，你听我解释。胡三宝，马苏，我受够你了！你自己有多讨厌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都不用我说，你自己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的样子。你以为你有真的朋友吗？没有。算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也不是，没有人喜欢你，你根本就没有朋友。快点儿！别碰我！